家好，我是四年七班十七号吴妮妮。今天这幅作品《搜鼠》源自于我在爱德堡安亲班幼儿园偶然看见搜鼠在树上跳跃，于是利用铅笔先构图，再用蜡笔与水彩上色。图画里的松鼠在绘画过程中特别留意的比例、头、胸、腹、尾部等呈现，使用相似颜色，并用长线条与短线条来勾画出松鼠毛茸茸的蓬松感，再画上几颗松鼠采收回来的松果、香菇叶子来丰富内容，代表松鼠无拘无束、自在乐活。谢谢大家。